这很很主观、啊嗯。哦，也是很主观。然后嘴喝上瘾。我就要喝那种。我冰箱有一罐甜的白酒，然后你法布那一间还有一罐红酒，所以等一下回去你可以刷它，如果你不介意红酒的话。什么刷它？有红酒跟白酒，你可以继续喝，你可以煎牛排，然后配酒。刷汤，你听有吗？你听有吧？刷汤，刷汤，这么重要的字怎么可以不会呢？这是年轻人最重要的。